比较便宜的就是梅花啦，还是你要这个是最便宜的，可是很油。刚刚在哪拿的？就这里啊，我们刚刚拿的是这一个梅花肉啊，这个是比较油的，是五花啊，里脊是比较硬的，比较没有油花的。啊，你要我选中间啊，我们刚刚都选中间啊。啊，除非你想要特别油的，你就会选那个。就是这，它煮完就是有一半的浮油都在上面的、啊。好多肉、哦，其实我都好想吃啊。你也可以挑不同啊，我看看。那个就要火锅还对了。现在看着就好饿了。里脊怎么样？你要多挑什么？还是你要就多挑我们刚刚选的那、這个？那这个啊，我们就一起 share 啊。强啊！哎、欸，里面还有啊。哦，90块。94、93。火锅切肉，没有啊，这也是大家一起 share 的。等一下，这什么差啊？梅花没有差哦，一个90，一个130。没有，它就是重量不一样，但是它的单价是一样的，就是100克44元。对啊，所以你就是重量不一样。对啊，尽可能。所以这个分量就比较多。我没差、啊，你就拿就对了。好，那边来。你们都。这个交给你。起司球，好。顺便去隔壁看一下。好。